了，为什么我觉得我今天长得很奇怪？就是，哦不，我先充电一下 iPad。我觉得我今天长得好奇怪，就感觉跟我平常的时候长得很不像。是因为头发绑得很乱吗？晚安，晚安。我要先对播歌，不然我之前有时候没播歌，我都觉得很干，有点干，就像是口很渴一样。不对啊，我觉得为什么我最近长得这么奇怪？好，就这样。等一下来一个晚餐，最近都比较晚吃，因为，就是比较麻烦。感觉今天我也觉得今天，哎，不对，现在网络不稳，长得快，我看，谢谢。不对啊，我觉得它很不稳，就是，哦，现在好了。结果我发现可以看得到，就是它上面会有写你的那个网络的速度。哦，现在又不稳了。我的速度。哦，现在又不稳了。我在想我要不要绑头发，我觉得今天感觉不绑比较好看。是吗？这是那个起司汉堡排，然后还有牛肉味噌汤全放法。我也觉得想要全放法，哎，可是我又怕全放法更不好看，还是我找一个帽子戴着。接下来是吃播环节啊，好烦哦。大家觉得要不要方法，或是就是这样子，但我其实觉得我绑的没有很好，就是我绑的时候它还行，但我现在看又觉得不是很好。我要吃我的晚餐，好，不管了，我先吃一口。我汤匙超小的，刚刚只有找到一个很小的汤匙。哦，好不错，好久没吃了。哇，好不烫哦。嗯，好好吃哦。哦，不行，这个蛋半熟。我超级喜欢就是熟一半的蛋，因为我觉得收一半的蛋，它有那种流心的感觉，超级好吃。嗯，超爱半熟蛋，但我自己不会煎蛋，所以我通常都是，就是叫我妈妈煎半熟蛋。嗯，今天属于是一个吃播环节，大家会不会看到很饿啊？我的碗好复古，对啊，确实很不像我，我觉得超级难吃到，我现在觉得什么东西都吃不到。嗯，我的牛肉味噌汤的牛肉好好吃哦。初次见面 ，Hello， 已经饿了。可以搭配零食看这个直播，非常好。嗯，拿起来倒，我怕吃到我脸上。我是想这样做的。嗯，好吃的，不得不说，吃完就下吧。我觉得我估计可能因为要吃很久，对啊，那么晚才吃晚餐，没办法。
冷冻食品哦。哦，会买冷冻食品哦。哦，对，他之前不是直播15个小时，好强哦。还行，我吃东西虽然蛮慢，但是不会到非常非常非常慢，真惨好。而且我刚还拿了那个蜜豆奶，我超级喜欢喝。对，难以想象，真的是难以想象的时数哎，就是15个小时的话，一天睡9个小时，等于他除了睡觉都在播哎。午餐吃到晚餐时间，我真的不行，我顶多吃1个小时，我就觉得哇好久，除非边吃边聊天，我是习惯那种边吃边聊天的人。吃播达人真的是，哎，我拿的饮料它没有吸管，没关系，好吧，那我晚点再喝，我真的晚点再喝它了，我现在懒得去拿吸管了。挑战记录，那他有挑战成功吗？就是，所以他现在是就是直播最久的人吗？嗯，哦，我很像小朋友。我在浪上，真的是，哇，好吧，好强哦！晚上好。然后我就，那时候，想说，好酷哦，直播那么久。但我觉得没办法，我没办法，因为我会就是，可能就是，假设我直播2个小时，我还要上课。什么的，就是平常上课，然后假日也常常上课，所以我们要一次直播那么久。好吃。要被打了，要被打了。成员中有喜欢的吗？不知道啊。最近念书还好吗？我二段的时候考得非常好，然后呢，于是，我突然想到我忘记化妆了，好素哦。好，没关系。难怪我想说今天怎么长得怪怪的。那我想说，我平常看我不是长这样子啊，好吧，没关系啦，没关系啦，大家就将就看一下，好，将就看一下就好。对，没有，是忘记去整个脸。我突然想到，好糟哦，好吧，我下次会化妆的，没事，就是看过了就 OK， 很美，谢谢。好喝，非常真实是吗？好喝，晚上好。大家最近都还好吗？哦，对，我是不是公演之后都还没有直播过？就我那时候，公演的时候不是可以就自己选择发型了吗？现在，
然后就想说，哇，终于可以，我有讲过吗？我应该没有讲过。他说，哇，终于可以省就是发型了，不然之前都要用公式发。然后我就觉得，哇，就是可以换，还真的很不错，因为绑马尾就是比较不容易粘到脸上。我觉得跳舞的时候就比较不容易，就是头发弄得整个脸都是，非常的好，非常快乐。摄影姐姐拍的那张，哇，我超级喜欢我今天转发的那一张。中文写的不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觉得超好看的，而且我很喜欢那一套衣服，我喜欢就是绳索的那一套，是绳索的那一套吧？好像是，我蛮喜欢的。我看姐姐要做人最好是啦。我可能是眼神比较锐利。大家，我现在想要去拿个吸管，稍等一下哦，因为我现在，对，我真的很想要喝那个蜜豆奶，但是那个蜜豆奶它没有给吸管，稍等我一下。对，我要先把镜头，不，手机掉了，好，先去拿吸管了。现在非常诡异，我来了。把另外一个饮料的吸管拿走。哦，不，我敲到我的手。所以说，等一下，如果有人要喝另外一瓶饮料，然后把它拿走的话，我希望不是明天的我就会。欢迎回来，谢谢。药膏吗？药膏啊，对，药膏非常多。主要是因为我穿睡裤，所以我不想要站起来。对不起大家，直播的时候忘记换裤子，我想说只有上半身会出现，然后我就穿睡裤了。突然想到公演，我会看侧排后面，侧排后面是哪一个地方？是上次那件吗？不是上次那件，但是是睡裤。侧排后面是哪里啊？就是侧席的后面吗？谢谢博森送的晚安大小姐，现在有晚安大小姐这种，好酷哦。嗯，好好喝哦。要吃不正常，对，现在准备来吃这个起司爆浆汉堡排，我爸爸刚做的，觉得非常厉害。笑一下睡裤，不可能的，是非常要体面要尊严的人。靠近我们的出入，哦，是的，看到我的话可以跟我挥手。烤焦了，不是烤焦，它有点烤焦，但是不管，好吃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来吃汉堡排，哇，好那个哦，等一下哦，好吃最重要，对 ，Under the Sea 真的很好听啊。好，谢谢东丹丹送的真情表白，都在地上走路，结果我发现，在地上走路的时候，你们还是看得到我的睡裤，非常尴尬，所以我现在已经学聪明了，那时候。你们建议就说就直接把镜头盖住，哇，非常厉害，嗯，好吃，
就是那个海洋奇缘的主题曲，我们小学的时候每天都听，打扫时间每天都听，非常非常越来越聪明了，谢谢。晚上好啊。嗯，怎么感觉每次直播都在吃东西啊？没有，不说一定看得出来，谁平常会穿绿色裤子啊？嗯，海洋奇缘二好像是，我记得是今年11月底开播。我在想要不要去看，因为感觉要准备学测，可是。如果是冰雪奇缘的话我一定会去看，但是如果是海洋奇缘，但是那时候离学生只有2个月。全员直播吃最多东西的，主要是我真的觉得直播吃东西的时候很惬意，你们不觉得吗？就是那种享受人生的感觉。嗯，我是专业的切东西人。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啊？就是哎，不对，是觉得公演的时候怎么样？那我上个月只有一场。礼拜六公演时的饭菜啊，不会，公演很棒，谢谢。蜜豆奶很好喝，我超级喜欢喝蜜豆奶。四期生，蜜豆奶。但其实蜜豆奶不是有一个鸡蛋牛奶口味？哎，那个是什么牛奶口味？但我觉得喝起来一样哎。我真的觉得就是蜜豆奶喝起来一样。再拿特大瓶不行啊，晚上喝那么多会变胖。虽然说我现在吃这个汉堡排感觉会变胖很多，但是不管了。嗯。还没有遇到五期生妹妹，哈？有吗？我完全呆了，有了吗？那么快？好，我一定会跟五期生妹妹交朋友的。不对啊，但是我要考学测，我没差，有差啦，我来看一下，哇。曼玲前辈，没有啦。嗯，曼玲前辈，可以，我很喜欢，感觉很酷哎。如果叫我前辈的话，汉堡可以拍跟蜜豆奶，我也觉得应该要搭一个红茶什么的，带我起身去吃东西。对。晚上好啊，第一次当前辈会紧张吗？嗯，还好，我觉得非常期待。隔天量体重，不可能，我那时候，其实我觉得量体重不是最可怕的，我觉得量体脂是最可怕的，因为呢，就是，不，大家，等一下，好。然后，就我觉得量体脂还是比较可怕。为什么一直有乒乒乓乓的声音？前辈教我跳舞，前辈自己也不会跳舞。
长得很好，谢谢。主要是衣服很长，我想说为什么会一直有乒乒乓乓的声音。哦，我现在喜欢这个发型，我觉得要是一直定格在这边很好。虽然今天很素，今天基本上就是素颜，但是没关系，因为我有美颜。我只有上半身，对，今天只有上半身会出现。好，开吃。哇，为什么这么奇怪？好，好吃。我讲好大声哦。好，大家知道就好。好吃。有吃到起司的地方吗？有，但是嗯，它不是那种，哇，你们看这个，你看哦，起司，不，我把起司全部都弄出来了，等一下哦，大家看我操作。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这个碗有点就是上面有点高，然后就比较难切，因为它不是一个盘子，它是一个，它也是盘子啊，嗯，有点不一样。那看你毫无礼仪，就是直接啃。晚安，晚安。切肉一看就知道是老手，会切肉是吗？非常不会用。因为常常都是切好，然后就直接吃，所以没有很用刀子。刚刚那个声音很像锯末头，真的吗？嗯，稍等哈，等一下哦，让我来锯一个木头。哦，掉了啦。谁切好给我吃？爸爸切好给我吃啊！因为妈妈没有很喜欢吃这种。哇，真的有那种锯木头的感觉。好吃，没有关键时刻我会出手，就像是现在，现在我就会自己用了。嗯，感觉完全像是在锯木头。我负责张嘴跟嚼。锯木头 ASMR 吗？不行，我觉得这种的话要配那个耳机，然后这样。没有另外在那边有粘，就是盘子里面有酱。拍手，不，没有。今天去上学。结果我发现我这礼拜，我们这礼拜五毕业典礼，感觉最近是毕业季，就是所有人都在毕业典礼，好酷哦！我弟也是最近毕业典礼，然后就很多那种认识那种妹妹，他们也都是毕业典礼，好快哦！学期快结束，学期快结束了，暑假快要到了，哇，这个音乐是什么？这首我没听过。国小毕业典礼，哇，国小也是最近哦。我记得国小我毕业的时候放假放超级久，
放了3个月吧，好像是不是？因为6月初的时候，但是我们对，好像要再小学毕业一次哦。没有啦，但我们没放那么久，但是也挺久了，其实2个月了。明天毕业典礼，然后就放假了。太夸张了吧？太羡慕了吧？好吧，我现在是学测开始冲刺。我有一个朋友学测考超级好，然后他就有借我笔记，然后他跟我说他是从学测就不对，他是从暑假开始冲刺，就是他的那种冲刺真的是从早到晚，可能早上9点到晚上10点，然后就基本上除了3餐之外都在读书，然后就一直读，结果考超级好，然后我就很羡慕。然后他有教我就每一科的读书方法，然后就笔记，然后我最近就一直看人家的读书方法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读书有点完全不太有方法的感觉，就是死读这样。然后我觉得如果用对方法的话可能会好很多，因为我自己不太喜欢做笔记，我觉得我字没有很好看，所以我没有很喜欢做笔记。然后反正我觉得还是要做笔记，就算字很丑。然后反正他建议是用平板，因为这样的话就可能你可以中间插入一页这样了。我打算暑假来搞这个东西。我毕业了，没有，我国中毕业了。我身高要退回去吗？没有，我其实我小学的时候162，冷知识。我觉得162够了，就是162到170我都可以接受。对，其实也可以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的话，感觉我就可以去当模特了。哦，不行，要很瘦。是，那几百。大长腿是那几百大长腿，不是那个长。我小学的时候很瘦，我那时候是真的很瘦。其实我现在国中的时候就一直狂吃东西，然后就变超胖了。我跟小雨谁比较高哦？那应该是我高一点点，小雨还是国中生的。小雨年纪很小，还有机会再长高吗？我觉得可能没有，我已经高二了。小学毕业142，哦，还行啦，还可以再长高。对，各科的错题本，我打算就是用 iPad 那个有一个做笔记的那个 app， 然后我打算把它做每一科的错题本。哇，真的很难呢。狗狗前辈是我的目标吗？哎，我觉得我长不高了，欸，我真觉得我长不高了，我都快成年了，女生感觉没有来长高长那么久。小学毕业152，哇，有142152，然后162。我小学的时候，哇，我小学那时候真的很瘦，欸，大概那时候才40吧，162，然后40公斤。哦，我现在是几公斤？现在不能说，不可能会让大家知道的。大姐，好。你也知道身高就够了。现在不行，现在不行，现在是一个神秘的数字。哇，为什么它变得这么难切？哇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。好吃。还是锯木头比较实际。好吃。我还拿了这个地理，
吃好久、哦。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会这样？超级诡异，就是那时候，大概是前几个礼拜，就是它变成这样。它变成这样的原因是因为我抽屉里面放太多书了，我就把它放到我椅子下面，然后结果椅子下面也放太多，然后它可能就是这样稍微打开，然后我就直接把它这样关进去了，然后结果它就变成这样子了，我超问号的。而且它这边还有一个那个，哎呀，给大家展示一下，不是我把书拆，是椅子把书拆了，哦。它这边还有一个口袋，就是可以放东西的口袋。结果我现在把它整个变成箱之后，它感觉就不能用了。对地理不行，对不起，难怪我这次地理感觉考很烂，就是因为这个。不是我包的，是我放进去的时候，就是我放进去的时候它就放不进去，然后我就用了一点力气。确实就把它塞进去了，那拿出来的时候它就不是原本那个它了。但是我觉得没办法啦，最近一直在读地理，没有，今天读了一下地理，但是感觉没有读懂什么，在学那个台湾地理，还有东北亚地理，对，东北亚，日本、韩国那种地理。不行啊，我真的觉得地理，我还蛮喜欢地理，就是地理是我社会科里面最喜欢的，然后再来是公民，再来是历史，我历史真的好难哦。结果我这边的头发又长长了，我应该要再把它修一点点。美食地理，哇，美食地理我应该很厉害，就是哪里的特色是什么那种。继续跟但无法，晚安晚安，没关系，晚安。我算是学文科吗？我算是啊，是社会组，就历史、地理、公民。哇，我对历史真的，虽然我是社会组，但是我对地理简直是一窍不通。主要是，就没有什么很强的，只能选地理了。没办法，历史课都在睡。哦，我也差不多，但是我不能睡，我会被叫起来。而且我最近每次都一直被抽到回答问题，就老师有那个抽签的系统，然后我是16号，就每次都一直抽到16号，我超问号的。然后有时候抽到，老师就说，哦，你可以点一个别人帮你回答问题，我就点那种平常在睡觉的人。好，继续吃。哎呦，他走散了。原来不可能是坐球啊。法律课，公民的吗？我觉得公民的法律真的太无聊了。谢谢娃哈哈送的碎碎冰。我也觉得公民的法律真的就是那种我可能会读到睡着的那种无聊。现在公民法律在教什么？民法、刑法、宪法，还有什么法？那个行政法，行政法，哇，行政法超难。但我还是蛮会那部分的，因为主要是我背东西蛮厉害的。那我不喜欢。
我们最近在教民主自治与公民参与。就我今天考公民的时候，我们是一张考卷嘛，然后有就它其实题目蛮少，所以一题很重，然后我就趴着这样写，我就写一写，然后结果改考卷的时候发现有就是我们交换改嘛，然后拿回来之后发现我有一题没有写到，我超好，我想说我趴着写怎么会没写到啊？我下午第一节也是从来都醒不过来，我会很努力想要清醒，除非有考试我才会醒一下下，然后又继续睡。拍一拍写到睡着，是我前几天考英文的时候早自习。也不算考试，其实它就是一个练习，但是不是早自习，是也是下午第一节的时候，我醒来发现我只写了三题，它是那个但是那个学测模拟考的题本，然后我才写到第一个那个选单字的那个第三题，我超问号的。晚上好哦。后面的那个什么刻漏字文艺选填，我现在都记得那个大题的名字。刻漏字文艺选填篇章结构月册还有混合题全部都没有写，然后超级可怕，我就整个超级慌张的，没办法，主要是真的睡着了，就没办法。明天要交，没有明天要交，那个是前几天的那个东西。好棒！我被蜜豆奶呛到，呛到的感觉很像是就是在陆地上淹水的感觉，哇，非常可怕。好，我好了。今天怎么那么晚吃？因为今天很晚回家，没办法，学生嘛，学生。哦，不行，我好饱。为什么我的手机刚突然截图啊？哦，不行，哎，等一下他没截啊。为什么我的手机刚突然截图了？好可怕哦，超级可怕的。好，不要怕，大家不要怕，不要怕，非常诡异。晚上好啊，晚上好，不会不会，大家不是，超可怕的。主播陈颖真来捧场了，稀客稀客，晚安。哦不，我刚才被那个蜜豆奶呛到。好，我现在已经好了。你想我了，你来找我啊。我也想你，超久没看到你。我上次看到你是什么时候？公演的时候。不是公演的时候。我知道，是，其实没有很久，其实没有很久。上礼拜不知道几，上礼拜二吧，上礼拜二是吗？还是礼拜四？对啊，才刚见的，是礼拜四还是礼拜二？忘记了。
没有，我们才3天没见，4天。对哦，对，没有，我根本就没有被吓到，我根本就没有被吓到。他那时候超好笑，那时候在厕所，我从厕所里面走出来嘛，然后他们那时候说，你们那时候说什么、欸？你们那时候说什么、欸？那个。等一下，我忘记你们那时候说什么了、欸，反正超好笑。我不是被吓到，我是被震惊到。是什么啊？真忘记了、欸。不是，真的是小孩子哎、欸。等一下，我真的忘记他们那时候说什么，反正超好笑。我那时候我就超生气，我就。哦，对对，晚安大小星，但我忘记你们讲什么了、欸然后我就啊没有录下来，为什么有红包？对，我完全忘记，反正就是晚安大小星星，然后我就重点是你们动作一样哎、欸，我去那时候换衣服，然后重点是他们两个动作一样，然后我就。你为什么没有叫我啊？等到天都黑了差不多，可能等了3个小时。哇，我吃好饱哦，我不想再吃了，我再吃一口好了。然后有时候我爸会来看我直播，然后等我直播完就会给我一点反馈，我不知道他现在在不在，但是很酷。那厕所还是算，但我真的没被吓到啊！啊，你没拍到、啊？吃饱睡，对，吃饱要睡觉。主要是这两天睡太少，然后在学校还喝咖啡，就有那种很不健康的感觉。我希望。还是健康作息哦，有吗？我想想那时候，哦，对，我那时候全素，那天去公司刚好全素，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对，我们是没有约好的。重点就是，哎，宋，你去买晚餐了吗？那时候你是买晚餐回来，对不对？想必全素颜是很漂亮，就现在这样。我不跟你吃，没有。有啦，我那时候在弄东西，然后你就先去买了。哇，我真的吃好饱，不能再吃了。我想要吃冰淇淋。没有啊，那你可以等我，就是弄完东西之后，然后我就陪你一起去买，然后我再去吃饭。嗯，不相信。想开冷气，但是冷气坏，但我觉得今天很凉啊，今天为什么要开冷气？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天的时候，我找不到我的那个体育服短袖，重点是我已经3年没穿我体育服长袖，然后我今天穿了体育服长袖，在台湾的6月穿一件长袖去上学，非常尴尬，所以我就整天都穿着外套，没有要跟你吃，没有啊，我是想要陪你一起去买啊，因为我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人。我特别想要跟你一起去买晚餐，我非常尴尬，我同学都一直在问，就是说，
王曼玲，你为什么今天穿长袖啊？我就，哦，阿美院长还找不到。主要是我好像一件去洗了，然后还没洗好，然后另外一件不见了。在学校不就热爆？没有，它热爆，其实还好，因为今天真的很凉，今天非常凉。如果今天是那种平常暑假，我可能会发疯。而且我真的很久很久，我连冬天都不会穿学校的长袖，我冬天的时候还是穿短袖，一身反骨。有同学可能会觉得，就是我发疯了之类的。身体有暖炉吗？身体没有，但是非常非常热。啊，真的是非常热。今天属实是，一身反骨。我一直觉得很问号啊。同学那时候，同学就一直来问我说：“哎，你今天怎么穿短袖？”然后我后来我就一直解释嘛，然后结果我就想到一个很好的解释方法，我就说：“哦，我不进来。”但我不知道明天找不找得到，我等一下再问一下妈妈，我长袖去哪里？我短袖我真的不知道跑去哪里了，我真的不想再穿长袖，我觉得好糟糕哦。我也没长袖可以穿，因为我只有一件长袖而已。拍手上冰淇淋，哇，好想吃冰淇淋哦！不是，主要是早上的那个情境你也没办法反应过来。如果想要把长袖剪的话，要把它就是把它的袖子这样子卷进去，然后缝。我之前学那个家政课的时候，哇，学超好的。对，我一年四季都穿短袖。非常不怕冷的一个人。现在我有一些长袖折一折，主要是长袖很软，你知道吗？长袖的那个材质是软的，然后穿起来很不舒服。都穿长袖，不行哦！广告，谢谢韩吉上来啾啾你哦。不是，我那时候。我也想要把，但是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用，主要是我短袖其实是狗的，只是它不见了而已。穿短裤去爬山哦，不是，我觉得爬山还是得穿长裤。美女没有冬天，谢谢。对啦，美女没有冬天，我，对啊，我一年四季都穿短袖，我觉得非常厉害。但是会穿外套，就是可能里面穿短袖，然后外面穿外套，还是。对，Winter， 特别喜欢，但我对特别喜欢。我的衣柜里面有没有长袖？我的衣柜里面的长袖，主要是我觉得没有很好看，所以我都穿短袖。长袖是那种就是，不知道，我喜欢穿比较短的衣服。如果是长袖的话，比较少会做短的。唯一的长袖是外套，我每天都会带外套去学校，每天就我睡觉的时候，我在学校睡觉的时候一定要穿外套，除非真的很热很热，不然我在学校睡觉的时候都会穿外套。长短袖，说那种中袖嘛，我觉得这一件就蛮短袖的，这件蛮舒服的。裤子都穿哦，我也都穿长裤，我不穿短裤，因为。怕晒黑，但是我都穿外套，所以我手不怕晒黑。短裙哦，我不是很喜欢穿短裙，我其实不是一个很爱裙子的人。我小学超级爱，但是我现在长大了之后，我就对裙子还好。小学是一天不穿就会觉得很烦，而且小学都可以一直穿便服，哎，好怀念哦。我们现在每天都穿学校的衣服。就冬天那种很冷的时候，就可以穿自己的衣服。
很少穿，如果不穿，基本上不穿，真的很怕晒黑。对，我只有基本上只有公演的时候会穿短裤，偶尔有一次，我好像哦，对，我近期唯一一次穿短裤就是公演那一天，学校衣服，但我觉得学校衣服不舒服哎，我觉得学校裤子比较舒服，但是衣服不太舒服。学校的短裤特别舒服，只是我不会穿短裤，所以我就还好。真的很努力防晒，非常非常努力。学校衣服耐穿，是耐穿，但是还好，不是材质不好，就是颜色不好看。对，穿便服真的很快乐，很喜欢穿便服。对，好像很多人就是毕业之后都还是有时候睡裤会拿学校的裤子来当。哦，不行，我真的吃好饱。真的很少吃那么饱，吃饱了感觉很困。对，真的是很想睡觉。现在看起来是在走路，对，我的裤子在湿，我真的感觉我下一秒就要睡着了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好，哇，好好玩的感觉，这样看起来像是正在跑步，好奇怪哦。吃四十盘肉，哇，蛋白质补充够了，辛苦一天了，不会啊，不辛苦啊，不辛苦，不辛苦。今天6:30起床，因为要上学啊。今天要播多久？今天播1小时，因为我怕播2小时的话，我会就是可能播到1.5小时的时候就突然睡着。真的是吃饱了就好困哦。才刚来，为什么大家都才刚来啊？哇，这老师真的好，来反应一下，前面一直喝汽水，不会睡着的，不会睡着的，睡不好，没可能，没可能。现在吃就睡会胖，没有，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都会胖，我已经摆烂了，已经。这么晚吃东西的话，肯定会变胖，但是没关系，吃一餐还好。对，好，大家也别太慌，我会努力保持清醒的。我觉得现在好一点，为什么刚开始的话，感觉刚开始的时候感觉长得很怪，然后现在是看顺眼了。我会胖，我当然会胖啊，我都不敢吃很多东西，除了今天。出国回来以后就没瘦过了吗？嗯，让我想想，没有，有没有瘦过？有啦，有，但是不多。谢谢普拉斯送的冰晶玫瑰，开始唱歌，没有。懒得放弃是吧？就是看顺眼了吗？所以我一开始就长这样吗？我一开始的时候长得比较奇怪，是不是？感觉不是看顺眼的感觉，感觉是很奇怪。谢谢吉米周送的晚安大小姐，其他人都没办法看到我的那个睡裤。晚安，晚安。
哇，已经11点了，好快哦！我真的吃好饱哦。好，不然还有一块，它现在还剩一块。好，我把它移开一点点，不然的话，哇，我刚才倒了一杯水，想说可以喝，结果都一直没有喝到。哇，这样好多了。睡裤出了，睡裤不会出现的。拉伸一下，好奇怪，怎么在直播中拉伸的？好，起来拉筋。其实坐着，其实拉筋不是都是坐着吗？哇，好久没有拉筋了，我好痛苦哦，2个礼拜了。哇，我的腿，太累了，我的腿出现，哦，我的裤子出现了。陈领针法，错过了，错过什么？哇，我的睡裤刚才出现了一个。上次有直播，对啊，上次有直播拉筋。哇，就是自从我那时候不是膝盖有问题之后，我就蛮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就是运动，不然我平常就是会可能每天做体能，因为老师叫我每天做体能嘛。然后我就，对，自从那时候我就很久都没做体能，我现在体能烂得一塌糊涂。然后我去外面上跳舞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为什么人家都可以那么轻松做那么的，然后我就好累，超级累的。不能见人的睡裤，可以见人啊，只是很丑而已。我还是有点形象，有点体面的。我会劈腿吗？我会劈腿啊，会啦，就是物理上的。好啦，我来念榜一下，不然我等一下可能就突然睡着之类的。穿好看的睡裤，我现在是穿正常的裤子吧，我不穿睡裤。好，谢谢今天的第一名韩吉，谢谢今天的第二名娃哈哈，谢谢今天的第三名波琛，哎呦我的刘海，谢谢今天的第四名吉米中。谢谢今天的第五名咚哒哒哒，谢谢今天的第六名普拉斯，谢谢今天的第七名水豚，谢谢今天的第八名小鸡，谢谢今天的第九名俊生，谢谢今天的第十名一只走在沙漠的竹轮。他只开一个什么？对，我只开一个小时，不是他，是我。不会啊，没有，不会睡着啊。穿好看的睡衣，没办法。对啊，一个小时，今天打算是一个小时。不会睡着啊，顶多就是。好了，哇，我眼睛为什么感觉变红啊？是什么？暴露太多了。我也觉得，感觉今天上课上太久，为什么我觉得我今天好可怕哦，今天什么时候要跟你见面哦？非常想啊，每天都在想，哇，什么时候可以见到陈颖真啊？好想念陈颖真哦。眼睛闭着的直播是这样的，然后闭，结果就不会讲话了。对啊，真正每次都说什么时候要见面，什么时候要见面，但他其实没有想要跟我见面吧？要主动约人哦，没办法哎，我是社恐一人。平平哦，平平，他就没看到平平嘞。哎，不对啊，我那天有看到平平。对啊，我那天有看到平平啊。这么低能量吗？真的很低能量吗？可能是我快要睡着了，因为今天是礼拜一吧。好，我下次礼拜二播好吗？最喜欢你，对啊，我确实是常常最喜欢你，对，我也最喜欢你哦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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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仅限现在。好啦，大家我要准备去睡觉了，晚安，大姐早点睡哦。希望大家明天都可以
充满能量。可以下次改天在一个比较正常时间，可能是明天吧，可能哦。拜拜。